在手机平台上大放异彩的 MOBA 游戏《传说对决》，现在在 NS 平台上也玩得到喽。移植到 NS 版的《传说对决》将完整支援 Joy-Con 控制器，让玩家们可以一边移动，同时使用指向性技能，让战斗玩起来更加刺激。而这一次的移植版收录了39名各具特色的英雄，坦克、刺客、法师、辅助、斗士以及射手，玩家们你擅长哪一个呢？游戏模式包含了5-5、3-3、1-1、随机单征等多种地图，广受玩家们欢迎的钩子大战模式也在推出当天就上线，想要认真厮杀或是轻松游玩都任你选择。传说对决不仅在 NS 平台上就能够免费下载，线上连线也不需要额外付费就能游玩。比起触碰，更喜欢用控制器来玩游戏吗？那么 NS 版本的传说对决或许就是你的菜哦。